怎么愁眉苦脸的、啊？我在送公积金的存款呢、啊，因为有一则新闻说，按照现状哈，如果只是靠每个月的公积金的话，不足以应付我们退休的生活，那就一定要有额外的存款喽。是啊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好，待会留守火力加油站吧，我们请专家为我们解答。